我觉得 AI 对医疗能够最大帮助的地方，就是它能够预测跟预防，所以呢，可以把医疗呢从现在的比较晚，强调晚期跟重症跟后期的医疗呢，把它拉到早觉，就是所以我提上一个名词叫早觉医疗，就是利用 AI 才有办法做到，要它要长期持续性的收集我们每个人的资料，包括健康资料啦、生活的资料，我们其实有机会将来可以利用这几百万个变数呢，很精准的预测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应该接受什么样的预防，或者应该接受什么样的诊断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能够把所有疾病都在最早期就把它捕获，然后治疗，那我们就不用花很多的钱呢，等到这个疾病变得非常严重，全身都是并发症或者癌症第四期，我们再花很多的钱，而且生活品质很不好哦的这样治疗的病人。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还是得治疗严重的病人，但是呢必须把一部分的预算或者经费呢投资在早期，利用 AI 来做这个早觉的医疗呢，我觉得这才是 AI 对医疗未来最大的重点。因为中保科技它有20000多个 AED， 它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季节什么时候呢会触发这个 AED 会被使用在什么地点哦，那每个地点的使用的频率，还有它会记录到一部分的心电图使用的结果哦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变数全部关联起来，我们甚至于可以将来可以知道说，哎，天气一变化，哪一区因为老人比较多，他可能就会比较可能要用到这个 AED， 我们可以把这个它的地点 AED 的这个地点推送给附近的一些人，才不会说等到你要用的时候突然找不到哦。那所以呢，你也不可能期望大家都记嘛哈，但是它如果有一个预防性的这个推送，那是不是可以让 AED 的成效就更好？它现在已经有190多个人被救活，但是将来可能可以更好哦。我一个同事就是 AED 的 survivor 哈，但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技。我们现在的那个 AED 智慧化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。那我们现在 AED 设的点呢，其实未来是刚才可以提到，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疾病常常发生的这个处所，尤其在社区里面来做一个结合，未来在整个部件的场域里面可以很精准的投放到必要的场合。我想 AED 是一个救人的急救的一个工具，如果能够及时拿到，而且顺手马上就可以实施急救的话，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。那当然我们也在发展所谓的线上的这个混成的训练教育，要让每个人都学会 CPR 加 AED， 处处都可以救人，处处都可以把人救活，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。